灯光不断闪烁光芒，伴随着小提琴乐声，这简直是眼睛和耳朵的音乐飨宴。在攻读逢甲的升学硕士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需要跟业界的非常顶尖的公司或者是工厂来做观摩、做联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了嘉乐的一个商品，它的名字叫做库克，非常的吸引我。从它的造型、外观，加上两个非常小的喇叭，还有隐藏式的背部振膜，这完全在声学领域里面是非常让人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项设计。那库克可以用在什么地方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它让我的电子小提琴不经过任何的设备，我直接可以 line 进了库克。那库克呢，发出那么漂亮的声音，你可以看电影，你可以做剪报。Don't mention Puny Banner。他的声音非常的好，你只要接上手机，你马上在任何地方，它都变成是一个行动的卡拉 OK。你可以做任何你在3C产品上面你所想得到的任何的功能，库克都能满足给你。